一年一度的警察部盛会，遗失的运动相机也找了回来，疫苗解决不了，那就采取比较极端的吧。我现在去找 Cusco 有没有打疫苗的地方，就不去玩那些印加古迹了，有机会再来。我来了竟然没有人，只有个小女孩在这里，我会跟她用手势还有聊天软件隔着玻璃在这里沟通对话。他给我画出来 ，yes， 我让他帮我找，他说可以的。他通过我的描述画出来那个运动相机是什么样子。No， 这里应该有个杆子。太可爱了，我们两个在这里。灵魂化身，不知道他看不看得懂。他不小心把门弄坏了，现在这个门都开了，他吓死了，我也吓死了。Lock it， 他只是把打开了，不是坏了。我终于找到我的运动相机了，太感谢他们了，从马丘比丘的宾馆那个老板。到我的导游，到我的 agency， 到他们真正直接的旅行社，把我这个相机找回来了。历时一天两夜。我要推荐他们这个 KB Adventures， 旅行安排特别好，导游特别好，然后又特别靠谱。哎呀，我好爱这个旅行社，这一位老板现在又给我推荐了附近可以接种疫苗的地方，让我赶快过去。所以现在我就在打了个车，去到4公里外的一个诊所去接种我的疫苗。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所有的难题都迎刃而解呢？而且今天天气特别好，好适合出去游览印加古迹哦。如果能在一个小时内搞定，我就去租一辆摩托车，去到莫拉那个神奇的梯田，还有圣谷。